好，大家好，新闻联播时间，大师 Alan， 咁啊，今日系今日个状况系咁，通常咧，因为咧次次咧上公司唔出现，啲人问都系问炒咗，咁但系其实就唔系嘅，今次咧系因为上公司快要倒马，咁所以咧我哋唔系倒马，唔系倒马，佢搞咗个今日佢搞咗个签名会，咁就唔系佢嘅签名会啊，系。碧霞老師係啦，係我哋嘅馬上瘋人院院長啦，佢本著作嘅另一位作者啦，咁就今日去咗簽名會，咁所以由我頂上啦。係好，咁開始啦，新聞聯播嚇。咁今日係十月最後一日啦。係，但係我哋星期六會錄埋星期日嘅。冇錯，今日星期六啊，暫時係咁，我會錄埋星期日。咁今日係十月最後一日啦。咁十月我哋。你話我哋都話十月驚奇啊，係嚇，咁啊真係大家都好意外，好難忘啊呢十月嚇，至少美國啦 ，OK。咁我最記得十月一號放假嘅，咁就第一單新聞就係特朗普中咗肺炎，係真係趕唔切，即係喂二號都二三號都未到，一號就出嚟啦嚇，佢嘅時間啦都係，咁就中咗肺炎，咁好震撼，咁跟住每個禮拜都有。新聞啦，譬如電郵門啦，咁跟住仲有選舉啦，即係幾日後啦 ，OK， 咁然後仲有咩啊？股票又喐喐啦，股票就唔係喐到好犀利啫，少少啫嚇。咁就係啦，咁嗱，而家選舉仲有三日，係，咁你覺得？清方就咁，我覺得邊個贏？你知嘅先係我覺得邊個贏？你唔好話即係如果買入直播嗰啲嚟講，喂。你敢唔敢去预测啊？好近噶咯喎！我觉得拜登，你觉得拜登系啊？系，我觉得拜登有几个原因嘅主要都系咧，因为咧我唔会分析啲数据发展，因为啲数据嘅话咧一定分析唔过人嘅，因为你好精细嘅，好全部人都好精细嘅。咁我觉得而家啲选民喺呢个咁嘅。呢、这個網絡世界係好冇耐性，即係嗰啲人一做一輪咧，就好似好快就即刻好退馬噶啦。咁所以換永遠都係希望換嘅，即係換嚟換去，換嚟換去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冇耐性嘅嘅心態。咁所以咧應該係大家已經對特朗普不耐煩噶啦。即係你見到馬克龍啊、杜魯福啊、跟住之後甚至蔡英文都是因為他做了一年多之後已經是跌落谷底了跟住之後嚟個韓國瑜兜一兜跟住之後韓國瑜就即刻再嬲咗韓國瑜就將嗰件嘢轉嫁咗韓國瑜身上啫。如果唔係蔡英文，就算有中國都唔會好咗好多。所以本身係人心係求變，求變嘅意思唔係變，而家係變嚟變去都唔滿意嗰種變。所以就係拜登嘅機會大啲。我覺得咧就。你問我，我就覺得 Donald Trump 嘅，我覺得嚇。咁但係即係正路嘅諗法啦。咁但係其實你講啱嘅，唔好話嗰啲數據啦。就算即係我即係琴晚都同有啲啲同事傾，即係喺美國嗰邊同事傾電話啦。咁其實佢嗰邊佢就話同你講一樣嘅，即係好多人投拜登其實係佢講啊 ，OK， 至少係咁講。咁但係其實喺即係但係都估唔即係都講唔埋嘅。即係當然有一啲譬如你就咁睇，如果喺美國。你可能見到拜登啊嗰啲宣傳啊嗰啲係多好多嘅，係因為佢嘅 budget 多好多啦。譬如索羅斯都投嗰個選舉都捐咗7000万嘅，係咁就嗰個宣傳攻勢係好好多，係咁但係就你話真係就算喺嗰邊你都講唔埋，何況我哋喺香港，係其實我哋分析嗰啲嘢都其實係即係講就咁講啦嚇。咁但係有一個數據可能幾重要啦，就係賭波公司。是赌博公司是如果买拜登几多你知唔知几多拜登 1.5。1.5? 是啦。Donald Trump 2.5。即是都是拜登赢个赔率就机会大一点啦。咁就可能唔知会点样啦。咁但係问题就係、好似有单新闻传啦唔係传啦呢个系Mark Simon。冇错 ,Mark Simon。咁就其实就咁样啦呢单新闻就係、是即係日前有一份就流傳一份關於美國民主黨總統拜登佢個仔Hunter Biden，
咁咧一個關於中國嘅事業咧，有一個64頁嘅調查報告。咁可能咧呢個報告咧係涉及咗造假。OK， 咁就《蘋果日報》啊，講緊報道裏面有講啊，《蘋果日報》係委託咗呢、這個呢個 Christopher Boding 嘅去撰寫呢、這個64頁嘅報告啦。咁黎智英咧，佢都表示係首先佢話冇關先嘅，同《蘋果日報》冇關，但係佢話佢自即係佢自己對呢件事一無所知啦。係咁，但係佢喺短片裏面啊承認啊，佢嘅助手咧。Mark Simon 啊，頭先你講就有參與嘅，係咁、都冇得。佢哋有間私人公司，咁唔知道係同埋唔係應該同蘋果日報無關嘅，但係因為係佢哋，因為佢哋兩個就即公司上就冇關啦。公司上冇關嘅，佢哋兩個一個私人户口嚟嘅。咁其實但係佢哋兩個都係稱不離托。其實簡單啲嚟講咧，佢似係共和黨嘅，係啊，所以 Mark Simon 再處理。應該就係、是、所以之前係共和黨嘅，所以之前我哋咧成日都講咧，我諗我哋要講一講解釋一下，之後講 CIA 嘛 ，CIA 嘛，其實只不過 CIA 係個統稱嚟嘅，其實應該係美國政府嘅錢，即係 CIA 香港做咗啲咩嘢 ，CIA 香港做啲咩嘢，啲人話CIA 冇講啊，咁講真大陸我都唔知啲人講乜，之後我話 CIA 香港興風作浪，即係美國政府喺香港興風作浪啦，咁啲人就好多人就仲係活喺夢中話，佢哋絕對冇，即係一睇見我哋個 CIA 就覺得我哋係就覺得其任何人講 CIA 都覺得亂嚟嘅，有啲嗰啲心黃嗰啲傻粉啊，即係成日覺得 CIA 香港冇運作。但係我哋講 CIA 其實係一個唔正確嘅，因為其實香港有好多不美國嘅錢喺度相同運作，譬如民主黨嘅金庫啦，美共和黨有共和黨嘅嘢啦，就 CIA 有 CIA 嘅啦，即係有成可能有幾十條線嘅，跟住或者係你NED NED 嘅嘢啦，咁呢啲係相同嘅唔同嘅線嚟嘅，唔同嘅地方俾，只不過我哋即係習慣上講 CIA NED 都入埋 CIA 數咁解嘅啫。OK， 咁嗰筆數咧應該係共和黨嘅，咁的確係應該我相信唔關黎智英事，即係件嘢黎智英係好無辜嘅，咁就係 Mark Simon 已經著咗草過去，著翻到美國噶啦嘛，咁佢應該係唔係處理緊呢一度蘋果日報啲嘢嘅，咁嗰個户口亦都應該唔係黎智英所控制，所控制開嘅，咁佢咪大安置攞啲户口啲錢嚟用咯，因為即係我哋如果我相信，如果好似我哋咁做嘢，周時都有，一睇想做嘢喎，你做啊，咁覺得邊個户口有錢咧，咪 move 邊個户口啲錢咯。咁就係好簡單，即係好，我哋周時會有。如果講運作，成日都會咁運作嘅。咁因為 Mark Simon 已經翻咗美國噶啦嘛，佢國安法，咁佢唔可以再喺香港逗留。其實佢之前都唔喺香港嘅，應該咁就咁又翻咗去美國。咁所以咧，其實我諗香港嘅《蘋果日報》嘅佢都係冇牽涉落去嘅，以前就係佢就係揸莊啦，揸個錢啦，咁嗰嚿錢應該唔係佢做用嘅，但係咧，我其實覺得奇怪就係、是，哇！寫64頁$10,000，我仲係咁大嘅拜登，牽涉到拜登呢啲咁嘅咁大嘅醜聞咁大$10,000啊，唔知咧，我以為香港係$5嗱，即係叫你寫一個64頁報告俾$10,000，你值唔值啊？咁專業嘅都未必㗎，我四頁喎。你唔制嘛？咪係咯，唔制啊嘛，係咪先？啊嘛，大佬啊，有冇搞錯啊？咁重要影響咁大嘅，我識得人多人寫嘢啦，即係嚇，可能你都識，咁都唔止啦。係咯，黐線嘅，仲係咁重要嘅嘢喎，中間喂大佬啊，即係。Mark Simon 入去中間咪借到錢咧，即係佢呢嚿錢，但係仲未找數添喎。黎姐話係，後黎姐話佢找一條數到最後，做最後佢即係未找數嘅，仲係爭住先嘅。喂，呢啲梗係 cash 嚟先兼且咩啦？哇！即係我覺得實在太離譜。我覺得最難指信就係原來啲五毛啲即係 cheap 到咁樣樣嘅，即係美國嗰啲就有五毛喎，呢就平仲平過五毛啊！連嗰個咩 Christopher Boding 係嘛？有冇搞？好咗係咪先？我睇得到我就係你隻數字好敏感噶嘛？就點解咁平啊？美國嗰啲美國人，我以為美國人好高級啊嘛，好高級寫啲嘢好貴啊嘛，而且咁重要嘅嘢喎，係咪先？嗰樣嘢直接係影響選舉，係拜登嘅重大醜聞嚟喎。幾多錢寫？嚇？你寫？如果中文啊？我當中文先啦，即係俾你當係中文可以寫一份咁嘅類似咁嘅嘢。嗱。
如果未計嗰、那個事件牽涉嘅嚴重性嘅話，都要幾十萬啊！點都要收幾十萬先寫啦。即係最牽涉嘅嚴重性嘅話，就梗係唔寫啦。但問題，如果真係要寫，即係我哋做開呢樣嘢，即係慣匪嚟啦，嗰、那個已經係係咪先？慣匪嚟，我喂呢單嘢咩喎？咁嘅加佬頂啦，點都幾嚿水啦嘛？點都收翻$50,000起碼啦，四三四嚿係咪先？先跌一半啊！咁啊，即係落啲單先啦，仲要係咪啊？係咪先？呢個嘢係咪先？陶傑寫楊秀成自傳都收幾嚿啦，係咪先？呢單嘢直接咁樣話，呢間嘢係準備插大燈死嘅喎，你都係寫$100,000，$10,000個蓋 cheap 唔 cheap 啲啊？呢個真係少啲啊，呢個少啲。好嗱，咁啊，再講下美國啦。美國其實即係就算邊個選好多，其實你都講過話會可能會即係嗰個撕裂啊。首先就係、是、11月3号未必可以出到结果，或者多数出唔到结果，因为佢哋好多外面投票返嚟呀，要点呀，有啲重复投票呀，有啲咩嘢呀，有即係有一寄返嚟呀，因为有今次好似有三分一嘅有6000万，佢1亿5000万选民有6000万嘢寄係寄返嚟啦。咁你剩返嗰啲点计呀？咁会唔会有啲即係譬如太接近呀，或者会唔会有啲？我諗都几接近。即係會有啲狀況會出現，譬如因為其實而家美國好多都，譬如琴日啦，喺費城啦都有一啲即係示威，都係同啲即係 Black Lives Matter 嘅有關。因為啱啱星期二嘅時候，星期一、星期二嘅時候殺咗個，即係又對冧咗個黑人。14槍啊？開14兩個有片睇嘅，即係呢個不過主流都唔係好睇，因為都係都集中係選舉，但係嗰、那個咁巧我有朋友喺嗰邊啊，咁佢話：係隔條街嘅啫。咁就睇個片係睇咗，我你問我係都幾震撼個畫面，因為其實佢睇住佢由佢其實係嗰個精神有啲問題嘅。咁佢就揸住把刀，佢揸住把刀先嘅，事實上。咁但其實距離好遠嘅。咁正常嚟講，可能你開一槍佢冧咗，咁就可以算數。咁但係個畫面係佢兩個警察開14槍。啊！我睇過，咁我睇過嗰個人跑緊過嚟嘅，個警察可能覺得佢危險，但係就點解開咁多槍咧？係啦。咁就同埋影曬，又影曬成個過程啦。咁咁因為呢樣嘢又琴日又示威啊，咁樣搞到好即係個狀況都好唔穩定。係。咁所以嗰、那個係我諗即係仍然翻返去之前嗰個論述啦。個論述就係即係黑人個民權係上咗去好緊要，尤其是得奧巴馬上嚟之後，你如果當你去上咗去嘅時候，嗰樣嘢你享受咗嘅時候，你落唔翻去嘅。咁所以即係權力享受咗落唔翻去嘅。咁所以黑人嗰個同白人嘅權力鬥爭係會一路持續，而且會一路係可能會 intensify 咗成件事。咁呢個係美國好大隱憂，而今次呢個隱憂就係喺個選舉度反映出嚟。選舉解決唔到呢一個矛盾，即係話民主選舉你解決唔到黑人同白人呢個矛盾，咁所以呢樣嘢係應該係會一路做嘅。問題係咪呢一點度爆發？當然，我諗政治一個最基本原理嘅，政治永遠唔會冇問題嘅，政治永遠都係搞嚟搞去嘅，即係唔會話我解決咗，跟住之後咧50年不變，一路永就解決問題。政通人和啊，民主政通人和咁。跟住之後或者一個好嘅制度就可以永遠永遠無好運作，嗰啲係呃 Q 嚟嘅，即係一係信嗰啲人就係、是，但係好雖然好多人信啦，就冇可能嘅，即係你所有政治都只能夠解決現在嘅問題嘅啫。但係現在嘅問題，即係如果佢能夠將呢度嘢呢一團火去撳到去6、7年之後，咁就算搞掂咗噶啦。但係我懷疑可唔可以咯？即係呢一次選舉完咗之後，希望如果最好嘅希望就即係拜登，即係你講嘅就係、是、拜登或者，因為特朗普冇可能大幅贏。特朗普一定是責贏的了。希望拜登大幅咁贏，咁就會比較容易啲解決咯。如果唔係，必然會有一個反彈，因為尤其是嗰啲白人嘅生活係低層白人嘅生活係真係好慘嘅。即係喺呢段，佢哋就將所有嘢賴嚟賴去啦。佢哋唔會知道就係本身美國嘅國力嘅衰退，呢個係最重要的。當美國國力衰退嘅時候咧，你就會變咗一個內爆式，就會變咗係，就會反映咗貧富懸殊嗰度。因為當錢少咗嘅時候，個鋪錢少咗嘅時候，一定係有錢人立咗先。
即係呢個叫做民主社會，小政府一定唔可以大人民嘅，小政府一定就係大財團嘅，同埋小政府就一定大財團去控制嘅。好，咁啊，美國咁啊，再補充下疫情啦。咁啊，九萬九千宗，係，尋日都91啦，而家係破10萬。佢哋嗰個疫情咧好奇怪嘅，我睇嗰個網咧，佢一路因為佢一兩啲人一路報上喎，佢一路加上去，一路最後睇到先嗰陣，我就話咧，依啲幾千咁少嘅，跟住之後萬幾嗰陣，跟住睇99000，因為 live 噶嘛，知道幾即係 up to 而家，跟住之後清到零，跟住之後再又嚟過啊嘛，哇99000啊，黐線噶喎，再嚟100000喎，即係佢又超過翻印度，可能係因為檢測能力問題咧，呢個係 Donald Trump 話自己，我哋檢測能力好，所以先咁多人嘢啫，係啦，就係咁樣。咁所以係啦，咁呢個都好難搞啊，全世界嗰個疫情即係都，我諗搞唔掂，即係我記得我尋日講嘅，你如果你係俄羅斯都過咗兩個月啦，咁啊，阿哥都搞唔到。你話你發明啦，你仲係日萬幾兩萬、萬五兩萬咁樣，即係證明有疫苗都冇用咯。始終佢呢種即係 RNA 啊，即係嗰個都係難搞啲，即係佢可能 RNA 病毒難搞啲，係即係會變化好快，變異好快，同埋好即係太細，好難打，好難打擊。好啦，嗱，咁我哋講完美國啦，我哋翻嚟中國啊嘛。好，咁我哋咁啱啱啦，其實都唔係新聞嚟嘅，就係呢個中共19屆五中全會咧就閉幕。